家人们早上好。早上我们跟家人们来分享一件翡翠翡翠珍品的一个手把件啊、手把件的一个精品啊、这件翡翠手把精品呢，工艺相当好哦，工艺相当好，雕得非常哦，非常不错哦。种水也是没话说的哦。那么这个视频我们在户外。在户外跟家人们来拍摄分享啊、我们这个在户外拍摄哈、跟食物几乎就是很接近的啊、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色差哦、色差也这个问题也就排除掉了啊、这件种水种水相当好种水相当好的一个翡翠手把件哦，雕工也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哦。喜欢翡翠的家人们可以多多多多关注长征阁多多关注长征阁。